像个汪汪叫，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。阿叻，这两个有告诉给他，你后天配合你啦。啊，我家己嘛好不到哪里，那就随便吧。火车已经到车站，阮的心头渐渐重，看人海去来接亲人。为了出一个新专辑啊，三百八公斤啊，哎呦，哎、看不出来，你后斗嘛都够足大，敢有？后斗大啊，拍一个抱啊者，会无人拍抱啊？后斗细拍一个抱啊者，好，你来看嘛。有啦，有细啦，有细啦，已经买五十啊。你有法当人安尼跳到做阿哥？拜托。你刚刚那个甩头那个其实不好跳哎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个不好跳哎。有两个人吼，因为啥你今日要来，特别学一段舞蹈，想要来看，哦，你参考看卖，因你后段专辑，伊会使和你做伙合作，还是跳舞啊？哎呦，好哦！希望你再给一个机会。是讲，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，情愿坐上铁达尼号，连生命都不要。前一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突然被你电到，听见危险讯号，噜噜啦啦，噜噜啦啦，尖叫尖叫尖叫是喵喵喵。我想叫叫叫，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像个汪汪叫，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。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喵喵喵，我想叫叫叫，这个世界只听见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像个汪汪叫，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。周围出现很多的气泡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啦啦啦，哒啦哒，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嘟嘟嘟嘟哒滴啦哒，还
着性命危险，刚才母牛给我保庇，给我唱歌舞蹈，跳到非常的完全，母牛慈悲。哈哈哈！哈，这两个有告诉给他，你后天配合你啊。啊，我跟你妈好不到哪里，那就随便吧。跳跳啊，哥哥。跳落来，我等下应该三十公斤，我规身躯拢抖落落呢。安尼好啊，你望看嘛。秀珍姐，我来叫你帮我叫他们。哎呦，一斤的嘛，一斤。哪里回去？独立开始练，个今晚才跳八百，你才三百公斤呢。无啦，还跳一百三十公斤，等于等于吃五公斤。都知道呢，在台湾这一块土地有一个唱车站曾经红过，然后很久没有红了，然后后来唱阿哥哥之后呢，就上遍了所有的全世界的媒体，然后为我们台湾争光。啊，你好吗？好。一起唱好不好？阮的心头渐渐重，看人看，喜来吃亲人，阮是想心内相送。无情的喇叭声音，声声动，我待。声音，声声动。